是我想体会这个 camp， 因为我老婆跟我说，这个 camp 可能是可以改变，不过的确是，我觉得这个 camp 是给我感觉是世界上最好的 air field。来这里学到释放，我以前是有遗憾的是，我母亲她是中癌症，也是因为我犯了错，让她得到这个癌症，我很遗憾，我也很后悔。来到这里，我释放了，我开始经历神。所以透过这个隐晦中呢，我真认真的跟神认罪悔改，也得到的是要饶恕自己。饶恕之前伤害过我的人，因为神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真的是他所受的苦我们是体会不到的。我说主，从今天开始我把我自己真的全然献上。将来多一天呢，阿姆斯讲的时候，我的朋友比爸爸这里是累，因为为什么呢？我们的阿爸天父耶稣是多么的爱我们，结果就是他心里不断的一直在哭嘞。当我们的主长过来，就是为我祷告的时候，当我们的手祷告起来的时候，我拿到这个手，我就拿上来，然后我们放在那个房间，然后就看到我这个手就被收掉了，看到神的医治，感谢赞美主。那时候哭到很辛苦，就是我想到我的爸爸妈妈，虽然我爸爸妈妈不在，后来我就想到我还有一个阿爸可以负责妈妈爱我。在一路